请问中国的国营企业央企有没有把员工的低薪加速生病给我发起来？有没有？不要这样做。谁能够拿白板两百万钱去救一个员工的孩子？晓得吧？我不要你买房，不要出这份钱，就硬性规定员工的低薪加速的重大病患最好管报上来，我给你。